持人杜可薇。那我相信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全球正受到疫情的影响哦，所以连2020的国际米兰车展呢也已经取消了展览的动作。但是我们 SYN 三洋机车突破自我、持续创新的步伐一直以来都是从不停歇的。所以在今年呢，我们 SYN 呢更是以 SYN Limited 为一个主题，所以呢我们首度尝试了线上互动的方式，发表了非常非常多款的概念车以及我们的全新车款。而今天呢，我们为了要让现场所有的媒体伙伴朋友们可以近距离、零距离的来更加了解我们的车款，所以在今天特别邀请现场所有的媒体伙伴朋友们亲临现场，跟着我们一起来感受实车、赏车的魅力风采。而我相信大家呢，今天刚进到我们活动会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哇，非常的云雾缭绕的感觉呢？真的是充满着满满的神秘感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待会将是会有哪一款神秘车款要来和大家来见面。我相信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应该都跟我一样，非常非常的期待哦。而呢，当然在今天呢，我们的神秘车款正式登场之前，也要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莅临的长官以及贵宾朋友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长官在百忙之中抽空莅临参与我们今天的盛会，跟着我们一起共襄盛举。所以邀请待会令到名字的长官可以起立跟大家挥手致意好吗？首先现场的朋友们，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的是 SYN 三洋工业大家长吴清源吴董事长，欢迎。SYN 三洋工业行政本部田仁豪协理，欢迎，谢谢您。接下来的是 SYN 三洋工业董事长是吴奕辰经理，欢迎您。接下来的是 SYN 三洋工业行销企划部吴甲天经理，开始呢，一定要邀请到我们的大家长上来跟大家说几句话。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吴清源吴董事长来跟大家说几句话。掌声欢迎董事长。好，我们所有的媒体们、媒体朋友们，大家好。好。我想感谢各位今天拨空来参加我们这个现场的一个实车展览。当然今年因为刚刚我们小姐提到，因为疫情的关系，意大利米兰展停办了，但是三洋所有的产品也希望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了解，都能够知道，所以我们也做了一次叫做线上展的一个概念。那主要因为线上展毕竟看到的只是一个影片，跟实体上是还是有一点落差的，所以我们又来一个实车展，让各位可以看得到、摸得到。当然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也希望借由实车展能够得到各位最宝贵的意见。所以各位等一下看到车子的时候有什么宝贵的意见，也希望各位能够很不吝啬的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嘿，这才是我们三洋进步的一个原动力。嘿，那三洋这几年来我所秉持的一个概念就是对外，我觉得对所有的我们的一个消费者来讲，我们秉持的是一个叫做负责任的一个态度，这是三洋对外所有客户，我想负责任是我们应该做的。对内来讲，我们的一个要求就是品质、创新、服务，希望三洋未来每一部车出来都能给所有的一个消费者能够有一个惊喜，能够有一个好品质，但是也能够得到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这是三洋基本给客户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精神。那也在这边再度的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们今天的一个光临，期待各位
等一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意见。那在这边也祝这一次的一个展览能够圆满成功，谢谢。谢谢，谢谢董事长，董事长请挪步，董事长请挪步。那接下来我们的神秘车款将和大家来见面了，所以我们要请吴董事长来为我们揭晓今天大家所期待的神秘车款。那请董事长，请往这边移动。好的，董事长，待会儿我会倒数五秒钟，邀请全场朋友们倒数五秒钟之后，就帮我们揭开我们今天这一款的神秘车款。好的，现场的朋友们，我们的揭车仪式正式开始，请跟我一起倒数五秒钟好吗？五、四、三。麒麟 KRFPD 现在让大家近距离的呢来跟我们的 KRFPD 做一个接触。好的，那么请董事长移动脚步到这边。他是董事长室的吴玉成经理，而吴经理呢，同时也是我们麒麟 KRNBT 的产品经理，要来为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进一步的来介绍我们 KRNBT 的产品特色以及我们的设计理念。现在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吴玉成吴经理。那其实在 BT 有代表几个意思，那首先呢是 BT 零售系列，它代表是意大利文的零售的意思，那另外一个意思是 Best Tech。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我们这几年在不断的发想，不断的创新，那我们希望结合美学来提升所有的生活品味，那也希望提供的不一样的技术力，不一样的创新，不一样的科技，那来提供我们所有消费者在生活上所有的一个使用，去支撑满足所有的需求。所以呢，我们 BT 零售系列一直坚持的是，我们把美学跟产品技术力去做整个是创新，那我们来让每个产品打造不同的一个价值跟不同的服务需求。好，那所以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从 FNX 开始，那我们的 FNX 是科技一个华丽的外形，展现出凤凰的一个高雅的一个姿态，那结合了三菱科技，那代表的是说内外兼具的一个自我品味。那 DRG 呢，一个历练侵略的外形，结合升级版的三菱科技，那代表的是不断挑战自我的一个不凡的体验跟价值。那 KR 呢，以麒麟为名，麒麟有两个特性，第一个是麒麟它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一个生物，另外一个是也充满一个希望的象征。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个性跟一个陈述，那代表是消费者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产品，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真我的一个价值。那从 BT 零售系列开始呢，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是 Fusion 的一个设计的生活理念。那 Fusion 它其实在讲的是一个中心文化的一个美学的一个呈现设计。那我们希望从欧洲西方这些一个比较简练的一个艺术设计，那回馈于说，那我们在东方这些零售这些前人的智慧，那我们所产生一个独有的一个设计，那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文化做一个崭新的一个呈现，作为一个艺术的融合。那这次呢，在整个 KISS 在整个零售的系列新的产品 KRN， 那是跟奥地利的一个设计师团队 KISSCA 一起共同研发而成。那这个产品呢，其实我们想赋予几个含义。第一个是我们维持的就有原本速克达有的一个机能跟效能，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结合了一个导力式前叉，增加它的性能跟它的性能性的一个自由。那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应该要把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外观去做一个新的呈现。那以麒麟其实有几个不一样的特性，我们结合了导力式前叉，那它有一个非常优异的一个操控的特性跟表现，那代表的是麒麟强劲的一个前臂。那在骑乘者在
做娱乐性的一个操驾跟试乘的时候呢，那除了一个高度的一个体验的驾驭感，那其实 更重要的是在操驾的一个安全感。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在我们的头部这边有一个前保杆，在车侧有一个侧身的护钩，那其实展现了一个是麒麟的一个轻巧灵敏的一个车身，还有它一个强健的一个体魄。那希望骑乘者在骑乘驾驭乐趣时，不管是在前叉的保护、保杆的防撞等等，都能展现一个安全性的一个体验跟它的价值。这是 KRN 的其实定义主题，它的定位其实是一个多元玩乐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这台车呢，车上其实有很多的万乳式的一个设计跟万乳式的一个锁点。那其实我们希望是达到一个最便利的方式，可以让所有的消费者去做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不一样的客制化。那除了在外形上的客制化，刚刚也提到说，其实我们的性能是已经足够供给在不管是你要客制化成，比如说更运动型的，或者是跟 off road， 其实我们原本的机能就可以去 support 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可以大胆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怎么去创造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 KRN。这次 KRN 的表现主题在于玩乐无界，那我们希望说，消费者可以看到这台车的时候，发挥自己 不同的想象，不管是今天要上山还是下海去做个人风格的一个呈现，都能达到一个独立无二自己想象的一个新的设计理念。那因此呢，我们的设计师也因这样一个想法跟故事，那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故事情节，延伸了两种不一样的车款。那第一款概念车的形式是 Urban 的一个系列。那在一个这样未来绚丽的一个城市里面，充斥着所有的科技的一个技术跟一个呈现。所以这次设计师在想象是说，当如果我是存在在一个这样的科技生活里面，我用很多的金属质感的一个材质，再加上说 LED 的灯条，去做充满这个科技的味道，来打造一个充满科技生活的一个文化。好，第二款是 Scrambler。 那这台车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除了比较越野的一个特性风格，还有它护工，还有配置一些后尾箱等等的一些配备。那其实就想表现是说，当你骑上这台车，在一个充满未来一个未知的世界，那怎么去找寻一个真正的自我？那以上其实 KRN 除了一个优异的一个机能，包含倒立式前叉、一个大扭力的一个灵活性的一个引擎动力，那结合不管是你要走 off road， 要走多功能，要走越野，要走 sport， 这样一个新的外形的一个风格呈现，那都能去完整的整合，不管是内还是外都是非常兼具。那所以呢，我们这次借由玩乐无界的主题来创造一台这样的 KRN。 谢谢。谢谢吴雄，谢谢。那我相信呢，大家呢对于我们的 KRN 就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如果还想要呢，有更多的细节，待会都可以来询问我们的吴经理。可是我个人觉得呢，感觉上呢，我们 KRN BT 这一款车真的是非常符合非常多样的风貌，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独特性再去塑家的来做一个改造的效果。那我们今天除了台上的麒麟 KRN BT 之外呢，我们在现场也同时展示了其他的四款车款，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每款车款呢都非常的各具特色，所以紧接着就由我来为大家一一介绍今天的所有展示车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在主持人的左前方，也就是大家的右后方的这一款啊，是我们 S1 今年最新发表的电动概念车，我们的 EF3。在过去呢，超过60年的历史里面，我们 SY 一直以来都是致力于要提供全世界最安全、最舒适，以及呢能够在未来可以友善环境的一个交通工具。所以在未来，我们的绿能产品线呢，电动车依然是我们 SY 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在今年，我们特别针对了商用车的市场，推出了我们的 EF3， 提供更安全、更便捷的商用需求。首先，大家可以来看到它
的外形上面啊，在外形上面呢，我们的 EF3 将风镜结合顶棚，所以这样一体化的设计呢，其实它本身就非常的稀奇之外，而且不仅是使用顶棚跟储物箱具有统一的外观哦，我们还使商业使用者可以来克服恶劣天气的环境条件之下呢，可以依然继续非常舒适的拥有一个骑乘的效果。那紧接着可以看到，我们是采用前一后二的三轮设定，那这样的一个设定呢，可以提供最佳的一个承载力，而且呢，骑乘的稳定性也是非常的符合商用的一个需求。紧接着，因为它有载运置物箱，所以我们为了要确保后方的视野可以更加的安全，我们的 EF3 更是采用了电子后视镜，所以我们会以两旁的摄影镜头将我们后面的影像显示在我们的仪表板上面啊，所以让我们的后方视角呢完全无死角，而且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行车资讯做一个同步的检视，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安全又非常的便利。最后，我们 EF3 还应用了最新的铝电池技术以及快速充电技术。那铝电池呢，它是具有非常优异的充放电的一个特性之外，快速的充电呢，还可以大幅的来节省所有使用者的充电时间啊。所以我相信大家看到它，应该都觉得非常的心动。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呢，就是媒体伙伴们在一入场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在我们门口呢就有展示了我们的新车款，也就是我们的 Macy 400。Macy 400呢承袭了 Macy 车系的荣光，所以全新改款，除了有符合欧洲五级环保的法规之外，它的外形跟内在都是焕然一新的。首先，继续保有它非常优雅的外观之外呢，也非常体现了它沉稳大气以及非常精湛科技的一个元素。同时，我们为了提升车款的操控灵活性，我们 S1 的研发团队在新车款的整车设定下面，真的是呢用了十足的心力哦。在我们 Macy 400上面，同时可以看到非常多新颖的配备哦，像是呢我们的 Keyless 智慧免钥匙系统，还有我们的 ABL 智慧刹车警示系统，以及我们的 TCS 循迹控制系统等等哦。所以呢，如果有喜欢 Macy 这个系列的车款，因为我相信 Macy 400也可以完全的符合到大家的需求了。紧接着，在我们的外场的环形回廊的部分，我们展示了两款的车款。首先跟大家介绍的，其中第一款呢，就是呢我们的 Joy Max D Plus。Joy Max D Plus 呢，是我们 S Y 在近年国内非常畅销的入门级大洋。哦，那这款车款呢，它有配合欧洲五级环保的法规进化而生哦。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拥有全新非常亮丽、非常抢眼的外观之外，并且也搭配上了我们 S1 最新的技术科技，包含了 TCS 循迹防滑系统，所以呢，在安全的配备上面呢，让大家可以有感升级啊！如果有喜欢这款车款的朋友们，也千万不要错过了。接下来呢，在我们 Joy Max D Plus 的旁边，就是我们的 Symphony ST。Symphony ST 呢是 SY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大轮径车系，所以它配备了16寸的大轮径哦。那为什么要配备16寸的大轮径呢？因为主要就是要来应对在欧洲有非常多的城市里面都会有石板啊、凹凸的一个路面哦，所以我们想要让骑乘的朋友们可以有更舒适的一个驾驶骑乘的一个体验。那我们这款车款呢，在2014年的车系上市以来哦，我们的 Symphony ST呢，在欧陆其实已经累积了非常非常卓越的市场口碑，而这一次全新改款的 Symphony ST 除了应对更加严苛的欧洲五级排放法规之外，我们在整台车呢也做了非常非常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包含了 LED 灯具、仪表、车架性能等等。同时，我们希望呢，在我们的大陆境的市场中间呢，可以借由我们 SY 不断的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可以继续维持我们卓越的口碑。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展示的所有的车款。待会呢，也请所有的媒体朋友呢，可以好好。